是最强的，就是我已经想好了，肯定是要那能蹭几包是几包这种想法去打的。不能这样，然后你们3-0把你们这组最强的解决了，感觉出现稳了呀。不，我们现在还是积分，大家都一样，都是3分，对吧？大家胜负场也是都一样，嗯，很稳这个组。然后其实小分已经不重要了，对，小分没有用了。因为大家大分都是嗯，积3分嘛，就都是一个胜场，所以也就是对。说谁再赢了下第二场谁就出线。是的，感觉他们刚才老毕就是小德被我们抓的次数有点多。对，如果他这次的话，应该会不会选择就不要首发德了？嗯，他们甚至会不会考虑不带这个的呢？他们也没有换卡可组能，吗？他们因为刚才3-0嘛，所以没有得开包，有点哦，可惜，那其可实。能对，可能其实也因为没有足够的城和卡新的卡牌来调整他们的卡组，嗯。他们可能就没有办法再去做一些新的卡牌来那个弄一些新的卡组。哎，不知道秋日他们这一组的话，卡组有没有变化？之前的话好像也是因为海盗战嘛，然后被关了。那有可能会不会把海盗战进化下换成别的什么套牌？对，可能换一个萨满，就比嗯，较通用的一套牌，也是不的，容易背锅。是的，因为现在我感觉那个314那张牌特别强，无论骑士用也好，萨满用也好，战士用也好，都很厉害这张牌。对，而且最重要的是，它是一张白卡，嗯，就非常适合现开赛这个环境。是的。就任何卡组，只要偏慢一点的防御型的，都可以带一张。嗯，好，我们看到两边的已经是选手准备好了。哇，这边的哇！话，日不日战队竟然拿出了法师。这是一套任务法，我对，们好像知道他们是有开到过一张安东尼，是的。很有可能是一套无限火球法。嗯，其实无限火球法的话，keep 还是比较难凑齐的吧。对，就主要是因为你可能因为宝典是一张紫卡嘛，你甚至嗯，可能都不一定带了宝典这种牌，对是的。吧？可能做任务都是个问题，我觉得。对，那我们看到这边法师一费肯定选择挂上一个任务，萨满这边其实还蛮卡手的。这个走向真的是很无限火球法呀！嗯，看着就像啊。嗯，那这边法师其实手牌是特别顺的，哇，他们还合了一个冰箱，我看到。是的。这就其实已经跟构筑非常接近了。这边萨满三费选择上了一个郊游爬行者，也是上一个墙护一下。法师这边节奏相对来说还是很舒服的，因为萨满。我们知道就即便是我们构筑来看的话，元素萨也对法师很难造成什么威胁，嗯，因因为为，像郊游爬行者这种怪的话，它其实是一个1-5在法师的眼里。对，不够快。哎，这边有一张嗜血，增加一下他自己爆发。那那这里的话还是要上一张元素牌，要不然的话五费的时候就费对，用不太舒因服为了。它需要蓄一下元素。嗯，安东尼已经到那了。我们来看一下选手他们之间的可讨以论。寻求救费吗？后手很舒服啊，这个任务少了一个，这把完美。再把这个赢，再不赢的话，我们再真的跑不掉了。打一张牌，还是有个过盘，不过牌过。送不掉啊，他不会主动来。这个刷退确实厉害啊，刷退确实厉害。不过好处就是他的进攻线也不强，对吧？那我们下回可以。断元，首先你要让他断元素。马桶，那我们解不掉，那就不解。来，先掏吧，掉文，先拿呀。先掉文吧，掉完掉味儿。火山药水，变形。火山药水。游弋，我们打萨满拿游弋肯定好，肯定没错。等等，他要是让我们报一张牌，解了我们02报牌，那应该，那不应该用这个吗？你上211也是报牌。他要是发现这一点，我们只能希望他没有发现这一那点。肯定发现的呀，他们两个不，人呢，那我都不是傻逼了。他们并不是我，他们并不是我。他们并哎，不是可我，以啊。只有我能，对吧？我们是疲劳领域的人，他们又不是。哎，那我们这里可以打个暴风雪，接这个火山药水。也清不掉呀，主要是。其他有2个1-1呗，
但是你要是这里不鸟他，会不会出事儿。但是我怕他带了嗜血。对啊，给他留两个一杠一呗，还能过一张牌是吧？对啊，先清再说，这边把马桶解了。下回合3-2火虫怎么样？哪个？我说冰甲冰箱吧，先挂冰箱，先冰箱稳一点吧，先冰箱稳一点，防止任何斩杀可能性。那我觉得挂冰甲也死不了，他场上就三个怪，只要不占治疗就没事了。不占治疗点掉一个就可以挂冰甲。对啊，看治疗就很好的，点掉一个，然后上冰甲。希望你喜欢我的新发型。冰花控一轮，找一张冰系法再控一轮。几个了？我们两个中了是吧？这个还有一个，这个三个。感觉这个有点像冰箱，冰箱不像水上冰甲。冰甲它是不是先上？奥兰基还是火元素？我们算一算，你剩下的费用要干嘛？要打个大漩涡，对吧？啊，要打大漩涡，那你下个费用可以奥拉基，是不是？我觉得奥拉基好，奥拉基被冰住了，有可能能破冰。对，奥拉基比火元素好。然后打的冰甲吧，冰甲啊，不是冰箱，冰箱我感觉我们好。不，他可能第二张冰箱还没入手。哦，他还有，他过牌过得挺顺的，他过了很多牌。先看来这一手怎么打？他这一手26血，我们还有一张火蛇，很紧张，紧张。他手上会不会巫师囚徒、熔岩镜像这些牌卡手？我感觉这么多牌，不，什么都有可能有。不是不是，我感觉他手上他没有，他好几张牌他没碰过。他冰系法术的。那个不多，他冰系法术应该不多。他好几张牌，他考虑都没有考虑。他没有，他标文的那张还没出对吧？哦，出了火山药水。火山药水，兄弟，一费火山药水。那还行。哎，这张标文真的强，这张标文可以找冰箱，可以找冰环。嗯。续命。他右手的一张是标文，是个哇，这个大概率是个冰箱，也有小概率是一个那个什么。透明，对对对，出土元素不太好，我感觉。这里是不想出一手奥拉基、啊，出奥拉基它有可能是不太好，奥拉基不太好，土元素也不太好，因为它你不知道这个奥秘是什么，有可能是个变羊，对，但是概率比较小，我觉得出两个相比肯定是出奥拉基好，就奥拉基的话，它如果是个镜像，就撞一下撞一下，然后闪电剑解，对对对。我觉得还是出奥拉基，放在中间。理论上来说是放在中间，因为它是个墙。嗯，行。那先用这个。三二的，三五的冰箱嘛，或者是那个啥，你要不要？我想想，看看下回合费用，算算下回合费用，要不要打个啥？打那个。哦，你说是？对啊。应该不打。不是你要算一下，你打了有可能给他共鸣掉。我不知道，我知道你的意思，我的意思你我都没有来得及算下个回合费用怎么安排，你就结了。我靠，哇，这个名字我给你找的不错。他已经四个，图腾好像是要摇的。对，先摇个图腾，对吧？那上土元素呗。上土元素。这个火元素加两个闪电剑可以解末日。嗯，我这手如果摇出个法剑，右边这个，来走，对，反击。奥蛋费用低，寒冰剑也零费啊？对，都是零费。反击一费嘛？就一反制吧，反制吧，寒冰剑没有用，反制好。嗯，那就挂掉。对，先挂掉。等一下、啊，不对，要爆牌。记着啊，不爆牌，不爆牌，冰环又不会抓牌。这个那先打，先打没问题，直接打就不爆吧，不爆牌，那先挂个奥秘吧，一样的嘛，
一样的，没区别，九张牌吗？确定啊，手里十张牌，现在怪高密是九张牌，是不是？没，不会吧？啊，我觉得我会爆，除非是过牌你才会爆牌。那我就随便打个星星，打个星星，然后下个三号二吧，下个三号二，然后把金鱼这边打掉。那你打呀、啊？我球盾吧，走牌吧。盾好，盾盾过一张牌，这里可以给自己加怪，加怪。不会吧，不会吧，不会吧？对，七八张牌，九张牌。我们还是应该拿那个的，拿容颜镜像一张就够了。但是我们能过好几个回合，也不用太担心。还有几个，我们还过几张过牌？八张牌了已经。樱花末日嘛，这里。还没来，找到奥数智慧什么的，先找。来，就他，冰环还是？我觉得九点血。冰环吧，反正冰箱。他也破不了，有两个冰箱破不了，对，冰环吧，冰环就是实实在在空一轮床。对，点哪都一样。不用点怪，我觉得，给他不要给他占坑。强行再多勾两个几个回合，三个回合还能再撑三个回合，要抓两个，还有过牌吗？我们还有张奥数智慧，还有张奥数智慧，战利品，战利品有一张，但是估计会被罚，自己点掉呗。我们打火爷爷加两个闪电剑，一血破冰箱，我好像是拼的，但是他如果掉了冰箱怎么办？他的宝典只打了两张牌。秘法宝典的牌只打了两张，他自己的构筑里面有没有第二个冰箱我不知道，好像没有。我觉得就破冰了，但是如果万一有个罚凡怎么办？那我们先闪电剑打脸。你可以先打闪电剑嘛，对吧？先闪电剑打脸，嗯，看有没有罚凡。有个罚凡，那破不了冰，那就火爷爷。那就火爷爷把那个啥解了呗，对吧？火爷爷加闪电剑把它解了，对吧？这对对对，这没问题的，这是肯定没有问题。那他头上这个应该是冰箱了。冰箱。而且这个冰箱是如果是共鸣会那个什么，这个冰箱是他用那个二三找的。对对对。难以置信的发现。他牌库里没有灭。我们好难破这个冰箱，这个现在有那个雕纹，雕纹实在是太容易找兵器打了。嗯。那就过了。过呗。快凑齐了，还有五张牌。五张牌，快凑齐了。我可以需求这种。点自己点。我感觉，哇，他应该凑齐了，这把应该输了。对他控。他这一轮，他就算现在手里不齐，咱们这一轮破冰。他冰箱有啥？对。他下一轮再抽一张。我必须要一血破冰，然后他任务抽疲劳才有可能赢。他不会疲劳，他有四张牌，疲劳不了的。不，他万一最后一张牌沉底是组件，他就死。对吧，沉底是组件也不死啊，他剩两张牌，他剩一张牌的那个回合直接启动，然后把最后一张牌抓上来就赢了。你怎么知道他手上一定有低费法术，兄弟？也就十张牌，你说没有在笑吧？你只能这样想，还不怎么赢啊，兄弟？嗯，先这样，先破，先一血破冰。那个、七攻攻完之后，一攻攻完之后，随便谁摸个一下。我觉得他应该是凑齐了，他都把那个怪都送了。他不凑齐也可以强。这是废牌。我是要是留着打触发。对，留着。哦，我要是不能打。实在不行，我在想，实在不行的话就是巫师学徒加这个是三费，然后开一个任务。那打几个回去了？这个是几费了？就是如果说是巫师，如果是巫师学徒加上，先加一个这个，那也不行，十费，就是这个是三费，三费这个是四费嘛，然后我如果打不死，打没有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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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用。哎，不对，够够吗？如果下一张不是的话，下一张不是，就只要不沉底，三张牌，最后一张不是，我们有张奥数智慧必赢啊。但是奥数智慧的话要过牌，我们不能疲劳，两回合 turn kill。如果说是最后一张，我们就 GG 了，因为有回合开始。Yes， 我操！不会，两个巫师多。对。总有一天，对。熔岩镜像。总有一天，熔岩镜像。对。对。然后完成任务。对。
对，我也会像你这么强。额外。对，然后安东尼，冰箱 ，nice， 再见。来吧，全解了，场面全解，先。哇，全解有点笨。好吧，不让停，不让人停。好不让我们打节目效果，操！我靠！我靠！居然让我们打出来了，可以，很强势。我跟你俩打到三门。六。主要我们确实，我们中间还拿错了一张牌，不然的话早一回合，早几个回合。也就早，我觉得图其实连着错的，先错了一张，中间差了一两张，差了两张，跑了就行。因为他这么还跑，其他直接跑不掉，只有跑上门，啊，稳，可以，哇，真的是，咱们完成了我们的使命，无限活血法已经，我们重金打造的无限活血法跑掉了，没有白打造，我们开了那么多的牌关于，他也是，不知道。哎，我们刚刚也是看到博尔他们这边是凑出了一套非常完整的无限火球法，对，几乎就等于天梯的构筑了，我看他好像所有的紫卡都有。嗯，是的，其实这套我没想到我能在现开赛里面有人这么快就组出来。对，就我们想的最少可能要需要到八强或者四强这样才有可能有人能组出一套特别完整的牌。嗯，而且他那个之前吧我也听好像，哎，怎么说来着，我刚刚您先说我有点忘了。啊，没什么，就还是恭喜一下，就是秋日不二他们获胜了嘛。嗯，他们最后好像还想败一下人品，是太过分了。哦，对，刚才有一个细节就是秋日那边他已经意识到有可能要被爆牌了，然后老毕这边没有察觉出来，本来是有机会爆掉他们一张牌的。对，可能爆掉一个巫师学徒，嗯，对吧，或者在他们的世界里爆掉一个安东尼，这种就爆掉一个 key 牌，对，可能对面直接就自己崩了，也是没有发现这个问题。是的，那我们这边也是拿到了他们这一次的这一轮比赛的卡组，然后秋日这边是一个法师已经跑掉了，还剩下一个骑士和一个猎人。然后老 B 这边呢，卡组是基本上和之前一样，完全没有变，还是一个猎人、一个萨满、一个骑士。是的，而且我们看到他其实这个萨满也相当于是被抓到了，元素萨本身打一个这个无限火球法，这种就是一个很难打的对局。对，就很多那个像什么郊游上去，其实在法师眼里就是义工，对，没有什么用，因为进攻能力太弱。嗯，那我们这边马上开始第二局的比赛。是的，第二局的话我们看一下秋日这边的卡组，他有可能会用一个猎人吗？你觉得？我觉得他可能还是会跑这个萨满吧，因为就从之前秋日这边哦，对对对，不好意思，秋日，对，他可能会用一个猎人，但那个老毕这边还是，对，和老毕他们可能还是他们这边换了德。哇，他们，哎，用他们刚才好像似曾熟悉的三观德，对，二观，哇，这个骑手又卡了，感觉不是很好。对，德骑手要有那个三三打脸进化，那个凶恶的出笼就天胡了。嗯，然后我们看一下这边的话。应该是上一个魔法乌鸦吧，而且我们知道那个活体法力其实是不能激活出的，那张牌是你当前有多少费用它就出多少个。是的，就比如你三费的时候或者二费的时候用激活硬币出，其实只能出两个，是非常不划算的一张牌。假的硬币不算，假的这些法力都不算吗？对，那这边德鲁伊又选择了一费，嗯，铺了三个怪。嗯，但其实猎人是非常难解决这个场面。对，猎人这边手牌也确实很卡。哎，这个抽得好，血巨人训，哎呀，训了个狮子，如果训一个恐狼可能会好一点点。对，或者训到凶恶的出笼都会相对来说要好很多。嗯，因为狮子你六五七六好像其实差不多，反正我也不会解你。是的，猎人又抽了一个狮子，算是鬼抽了。那这边的话这一手抽的还是不错的，这边也有野兽还可以过牌，然后可以白吃掉你的三三。对，而且神抽到了一个阿克斯，四飞等会儿也不慌了，然后四飞一上，然后再五飞出一个活体法力，感觉然后一个咆哮就走了。对，感觉这边猎人越走越远了。是，而且猎人这边的话虽然有一个四七的可能是强，但是不太可能出来了。对，他这边随从太少，阿古斯一架，而且这边猎人好像
要抓个什么东西才有机会呢？好像放狗都翻不了了，放狗连墙都过不完。那选择裸上了一个双头棚，嗯，好像是不是应该死了这边啊？应该是死了，应该已经没有了，咆哮就够了，甚至玉莲印记都用不到。是的，那这一次的话，小德也是跑得非常顺利。对，我们看到一个天胡德打猎人还是优势非常大，嗯，这边猎人一费浪了一步下节奏，德鲁。他们那个骑士咱们用什么好打呢？咱们萨满好打吗？萨满刮呀，刮佛丁吗？刮呀，就刮呀，就硬刮，有什么刮什么，硬刮硬退。但是猎人好像也行，因为他们那个萨满防御力不强。不，他们那个骑士，他们那个骑士防御力不强呢。可以，我觉得我们可以先上一首猎人，是吧？对对对，先上一首猎人，先上猎人，因为他们也可能是猎人。对对对。猎人。啊，那这边的话，我们看到两组都不约而同选择了一个猎人，就是一个中苏联内战，其实就特别看排序了。内战就看谁更红吗？对，而且内战有一张牌比较关键，就关门放狗这张牌，其实算是一张特别好的牌。嗯，对，在内战里面还是比较有用的，而且像老毕他们好像这一次都带了爬行器。那好像打博尔他们的卡组是没有任何用的，这张牌只是一张野兽了。两边好像都没有带海盗吧，我印象里。嗯，对，而且老毕这边的话，而且萨满里面也是加了这个爬行器。对，那就比较浪费了有一点。在新开赛除了海盗战里应该不会再有什么人带海盗吧，我们知道在天地里还有贼可能会带海盗。对，任务贼有的时候还能吃一个五五，对吧？对，但好像因为我们选手都比较自觉嘛，不约而同大家都办掉了任务贼这种，就为了让现开赛更好看点，也是为了就是宣传一下这次安格洛的这个版本嘛。对，我们拒绝毒瘤。是，那我们看到这边两边确实是一个猎人对决，然后日不日战队这边其实手牌来看还可以，需要一个一费牌就很糊了。嗯，那下面是霸气全换上来两把武器，不是特别好但也还行。对，最好也是补一个一费什么的啊，两边现在是都没有什么一费曲线。上面日不日战队他们这里有一个没有摸到一费怪，那只能空过了。嗯，啊，好，我们听一下选手房间的讨论。瘟疫鼠群跳两三，对，瘟疫鼠群连跳三啊。瘟疫鼠群，要不然拍空？想一想，没有，我觉得瘟疫鼠群，瘟疫鼠群好一点，肯定是鼠群好。因为攻的话，他三倍出动伙伴解不掉。瘟疫鼠群只有一个问题，就是动伙伴出米莎。出米莎也没事，出米莎进化，或者是咱们出动伙伴。好，行。他如果要是出，看一眼，先看他出什么。他留的是这个。啊，对。第三张牌。他给恐狼进化，其实咱们不怕了。加一加一，那就，哦，他解了。他确实，我感觉他不会解吧？他怎么会解？有可能会解，这个东西。他除非有别的东西，对，他有一费，我就觉得他可以解。他有一费，我觉得他能解；他没有一费，我感觉他解了好亏。不，他总归要解的这个东西。不一定的，很难讲。这个东西被进化一下，可不是这个东西进化一下的那个感觉了。现在我就希望他不解，不解不是，咱们三费就攻吧。三费是要攻吗？还是要动伙伴？不，先看他怎么打，解不解完全是两个打法，好吗，兄弟？他解了就动伙伴是吗？也不好说。也不一定啊，他解了完全也可以攻啊。哎，他不解。他不解是攻还是动伙伴？想一想这里，他不解伙伴，如果出雷欧克，就是撞了这个很赚，对吧？雷欧克是特别赚的。那如果出米莎呢？如果出个米莎，就撞了这个。那就是四带两个一一，对，然后他可能会有一个驯兽师，两个能换掉。对，如果要是出祸福，就是撞了，和弓一样，但是少一把武器在手里。是，我们思考一下，要不要弓拍了三三三吃那个一？不好，被架起来好伤，还是要解。不伤啊，你被架起来你就两个伺候龙全进化。行不行？攻拍三三，吃了一一，吃一一，他四费最大概率就是一个驯兽师，驯兽师加起来出一个五四，对吧？你觉得行不行？不，你先考虑一下。哎，我觉得可以，我觉得可以。
对啊，因为如果他如果架起来一个五四，他五四全手十，他不可能给你二一，对不对？所以他给你拍脸，拍脸我们两个四合龙往了一方。这样的话，咱们能保证下一回合这两个能对啊能用上，对吧？能用上，就这两个牌能用上，能够翻天。因为如果要是咱们撞他，他剩个一一嘛，咱们是两个一一，对啊，这样不太好。两个一一他架起来吃一个，他剩一个三二，咱们不太好，不太舒服。我说实话，我们花了四百粉在这个东西上，就要发挥它最大的价值。对，否则就对不起这张牌。但是现在有一个比较尴尬的问题，就是马上要到四费五费了，不敢给他出太多那个老鼠了，出太多老鼠有可能吃放狗腿了。不一定要出很多老鼠，我们出个圣盾什么的不也挺好吗？嗯，对吧？出个圣盾，出个一一，我感觉都还行的。你看他这对这个老鼠很烦。嗯，他有双头棚的，我希望他五费丢个双头棚吃个智睡，我们就直接赢。其实这个回合，哎呀。没有那个什么，就是这个回合如果是把它破出来，就是不吃五费放狗土狼会好一点，但是一了百了是吧？对，就是因为这个下个回合就有点不舒服了。哦，它是个猪，哇哇，血量有点掉的正确，血量脱胶，双进化吧，先进化一下看看，先进化看看。讲道理还是只能拿加三个。讲道理是要拿加三的，讲道理是要拿加三。第二个进化给他，进化给三二，嗯，对吧？你拿加三，然后公拍一个吃一个，然后不，你得先进化，要不然格不够。格够，刚好五。哦，五个，对对对，格够。哇，这个东西吃一个放狗土狼就记了，加三血了。加三血，哎，加三血还是封怒？现在是不是要封怒了？我感觉要封怒，或者是剧毒，要封怒吧。我们出一个封怒啊，那行那行，然后勾引他那个什么，那也可以勾引他出一个那个，不能拿剧毒，剧毒是不能拿的，剧毒没用的，剧毒意义不大的，他会他有放狗土狼，他肯定会把你的怪杀了，对吧？不，咱们有个智射，他放狗土狼还不是特别伤。是呀，我们有智射的帕魔。哇，那我们这个放狗是七点，够了，七加六十三，那这里就全打脸了。找杀戮，杀戮够不够？五加六十一。够了，杀戮也够了，打脸。杀戮好像不够。杀戮你五每回攻势加射箭是五嘛？你杀戮是三吗？我、啊、这不够。对啊，这不够是，那你还是要打脸。还是只能这条路啊，对对，一条路走到黑啊。打脸，打脸，是吧？就放狗是最稳的，一张放狗，他反正下不了东西。九加五，九加五十四点。射箭十六点。十六点。赌一张放狗，赌一张放狗，赌球概率不大。那怎么办呢？打到这个份上，赌一张放狗了呗。好像只有放狗赢，杀戮都不赢。杀戮不赢，杀戮赢不了，杀戮没有费，就两张放狗是吧？嗯。鸡鸡，鸡鸡，快跑！快跑！啊，还有个什么？还有个萨满，萨满是不是还是这个打法好吗？对对对，对吧？有智射叫性智射，好慌好慌，没事没事，只剩一个萨满了，没事我去，没事没事，不慌不慌。他有张放狗，咱们是一定输了，对吧？他放狗全拿，不用去考虑放狗的问题，放狗必输，管你放狗土狼不土狼都是输。这把真的慌，他手里应该有张杀戮，应该他没有一费野兽打不出，他没有一费，他是再抓第二张杀戮可以赢，对。对吧？对，他抓放狗，抓杀戮，杀戮就是刚好六六，就是六加三嘛，六六六，六加三，六加三，三加三嘛，对吧？六加三。哦，咱们现在是剩一个萨满，萨满打猎人打骑士，有机会吧？有机会。刚才这个猎人打的还是非常惊险啊！这个猎人，对，就每个人都是看那一回合。谁抽到谁赢，对，所以也是我们之前开局就说过了，猎人内战放狗是一张很关键的牌，对，就是一张反场包括劫场包括抢伤害都是特别重要的一张牌、然后我就觉得老毕他们这四百成花的特别值，做的那一只老鼠，这个鼠群其实鼠群在猎人内战包括打一些速攻职业都是一张特别强力的牌、他而且就是配合这个新出的这个雷鸣小四喉龙还挺厉害的，如果有一个加工的话就一堆小老，对，就是可以反场。嗯，那我们看到这边犯罪高手与他的小伙伴就剩一个萨满了，是，而且他们萨满的话强度还挺高的，对，
好像你觉得日不日他们好过吗？嗯，首先因为本来元素萨打猎人就是一个优势对局，我觉得这个猎人可能有点吃力了，而且这个骑士其实强度也不是很够，可能也不是很好打这个萨满。他这个骑士吧，其实速度也不是那么快，所以打萨满好像也不一定能撑得下来。日不日他们这个骑士，我们刚才也看到是一个巫手 buff 元素骑吗？是的，但其实跟萨满比生物质量其实还是有一点差距的。嗯，好，我们看一下老毕他们这边是没得选了，只有萨满了，那么就看日不日他们这边选择用哪一套牌去打了。对，为了毁灭之锤，那这边选择了使用一个相对好跑一点的骑士。我们刚才也说过，就是元素萨，就是无论任何形态的萨满，其实打猎人的优势都非常的大。那个骑士这个骑手其实还算可以了，就是一些 buff 牌都在手里，然后需要一些苦痛四森这种，可以过牌，帮助过牌，对，补充手牌来方便获得更多的 buff。火蛇留不留呢？我总感觉我们这个骑手应该先找的是什么315马桶这种东西，马桶这种东西。我觉得这两个可以不留，但这个应该要留。我们要靠嗜血赢的这个局，就一和三最多留一张。对，一三肯定。你觉得留哪一张？留，我觉得留火蛇可能好的。留火蛇吧。啊，这个东西没那么关键，这个东西三飞上战斗力有点弱。留火蛇还可以。真的，你倒回去想想，是不是马桶是这个对阵中最重要的一张牌？你看又摸了一个大熊。我觉得这张牌很关键。我们没有狗头的兄弟，你想好想一想。他硬币要出211吗？211吧，或者是水文学家。211。经常发生意外。我觉得甚至可以直接打了。可以打一个。啊。或打右边那个，我觉得。哦不，我想打左边这个，要打肯定打左边了。你又摸了个火蛇，打左右都骗不到对面，好像现在。我觉得打左边这个。你这样打就是明牌告诉他我还有一张硬币。我们这行哇，有点掉哇，他手里全是生物，先上315不管，还行，全是生物就意味着没有那啥，不会有奇怪的。这张牌真的很关键的，这是不是要火蛇了呀？火蛇两个换了，然后摇个图腾，那就火蛇换了摇图腾呗。对对对，寡不能打的，寡在这个对阵中很重要。哎，这个摇的不错，挺好，治疗是最好的。这里有可能吃奉献，但是他左手全是生物，然后这个这张是他找的那个墙，找的墙，这张是那个回合出的。对对对，波以后有点烦，感觉要交管，感觉得交管，想想这只能交管了，交吧交吧，这没法不交啊，交吧交吧交吧，就算下一回合是什么5-6-7，对吧？现在已经是5-6-7了，接下来就算是5-6-7，没办法，这只能交管，没得选。啊，5-6还不是5-6-7，咱们还差一次 buff， 他只 buff 了一次。可以解，大漩涡加火蛇可以解，能解是能解，解了吧，解了吧，解了吧，这个轮次不能给他的，不能给他骑龙，出了个海盗，出了个海盗。出了个海盗好像不好吧，不合适吧，不合适吧，出了个海盗就赚图腾吧，对对对，赚图腾吧，撞上图腾，自己吃少一个攻击频率，那咱们是不是应该先出杀手锏？是的，那不你先倒回来讲肯定是的，但是就我在想，如果实在不行，快过来，下回可以考虑裸一个这个。对，我下回这个就送了，最好是抓一张那个，三一五或者是什么元素，或者是什么火与凤凰，要拍一个，咱们有个火与凤凰，实在不行他看来个软也可以，来个软特别好，哇，想一下想一下想，别着急别着急的，这个肯定要先把它换了，吃了33，吃了12先，然后要不要上那个火焰使者？要上火焰使者好像。他公会拍我们03，这个特别蠢。思考一下。上火焰使者好像我们赢不了。对，我感觉要出这个。对，上火焰使者好像我们赢不了。仔细想想的话，上火焰使者我们赢不了。他下回七费，
而且有可能转个图腾能转出来嘲讽。要不然这样吧，就把那个三三吃了，把那一二吃，转图腾上上的煞气，不嘲讽。Nice。下一家发什么好？他这个牌是没有什么回复的，除了发现光螺丝这一种方式以外，对吧？现在场工他牌，他如果他应该不会解我们吧？哇，哎呦，这是什么东西？这有点强。需要交管吗？哎，火元素可以不交管，火元素。但是火元素点了撞了，然后上一个图腾。对，还可以，还可以，可以，还可以，我觉得还可以，能接受。他还是要拍这个火蛇的，对吧？对，这个一定留给火丁。对对对。他那张找的墙还没出，他找的元素找的墙没出，找的元素出了，加盾。最好能再抓一个元素，抓一个五费元素最好。不还行，其实他没烧到什么。不，这个时候最好的是岩石。岩石哨兵。岩石哨兵是最强的，岩石哨兵他崩盘。岩石哨兵也可以。岩石哨兵他崩盘的。但是岩石哨兵他如果出佛钉，我们是没有那个什么的，我们没有费用去刮的。我知道，不是，但是没有，但是你现在要赢的话，最好的打法就是岩石哨兵。岩石哨兵扑下额式，对吧？下什么刮？他手里没有，应该没奉献。其实他这个没烧到什么。他只烧到了一个嘲讽图腾和一个法强图腾，不挺烦的？就是如果没烧到这火元素，你特别烦，知道吧？因为要加寡。哎，可以，能接受，能接受。这个抓得吗？我没有断元素。先不管啊，先刮了再说，不刮怎么呢？但是没事，他出小了，咱们这个也是有用。可以垫嘛？对。风池剑哎，可以，他铺场了，哇，全是生物，那行啊，那行啊。他手里可能有水纹学，他手上有一张是一个一二的小破精灵，人家叫火焰元素，是这个萌萌的火精灵，这个版本的明星单卡，哎、是，你尊重一点、啊，这个版本的明星单卡明明是杀手蟹，扯什么蛋？那个火雨精灵出场率也极高、啊。这个他这一抓发现很关键，而且咱们根本防不了他这个爱发现什么发现。你他随他变。但是看上去不知道是特别好还是。我们上一次打比赛好像就输给这个牌。啊对。对吧？就输给这个对面这个。鱼死网破。对冠军队伍。哇，全是生物，全是生物，全是生物，其实好事啊。但是咱们这个也有点蠢。不，这里肯定是要垫的。我反正先垫了再说吧。肯定是要垫的。垫个四，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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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你怎么今天垫车特别扯？那就不解他了。那肯定不能解了，那就翻图腾上三五。啊，我觉得不能解了，他手里又没有那个什么，不能解，必然不能解，翻上三五。这里是四，四加十二，咱们是叫杀的。对的，这个他必须主动。科比，二加三加五嘛，是吧？挡刀，把这个撞掉，然后挂挡刀。确定吗？但是我没有费了呀，有费啊，我不上这个呀，我科比摇报告加挡刀呀，也行，救赎肯定不好用对吧？也行，摊一手可以这么来，确定这么摊吗？失血怎么办？可以，应该可以，失血的话，科比先上去呗，三八的科比，总感觉，我觉得这个科比特别强，他根本没有办法解决，有衰变。那我就把这个撞了嘛，不贪了，不贪嘛，我觉得上三费的那个，是的，那不是随便的，又十三，十三吧，过牌吧，过牌吧，不贪了，不贪了，贪了太危险，全元素，那就五加三，那就嗜血，撞一下，这个撞一下，然后奶一口这个东西，是吧？你算打总是这么打的，算。留治疗吧，对，留治疗肯定留治疗，就是这个撞这个，这个撞那个，拿一口没问题。他其实也没有那么多大牌了，我觉得。对他这个也只过一张。他哪有那么多牌？他还有。哎呦我去，好像砍一下没，没事，奶一下。咱们没有火车了，你这个站位。没所谓，无所谓。哇，就看他发现的是什么了，很关键啊！他不打出来了吗？你说是啊，就是他有、啊、还有奥秘，还有后边的发现吗？哇，这个也，你的魔法也救不了我。那咱们火爷爷敲四三呗，哎，先发现吧，先发现是不是好一点？想想，别急，因为先发现有可能找到卡利莫斯，下波全场垫三。对，
我觉得先发现好，先实在不行可以再上一个五四五，对吧？趁现在没过载。土元素，土元素呀、啊，这必然土元素的。土元素，土元素过载三下会刚刚好。对，就算吃生万也是土元素，就不动了，不动了，不管。他应该没城管吧？他有城管。哦，也不一定，他可能会摸到城管。他内核换掉火元素，他手里全是这种东西。是，他手上他中间那张牌不是怪，最好是一个卡利莫斯。他中间那张牌不是怪，那他必然没有城管。他有城管，他会丢掉、嗯，对吧？那是什么呢？哦，不是中间啊、哦，中间那张是奥秘，是奥秘，不是怪。嗯，那咱们神抽，闪电剑挺神抽的，我感觉还可以。出不了、啊，不，这里要怎么打？先算算。这里理论上是这个，然后这个，对吧？对，解这个，然后对这个解这个，就是他那个是不是挡刀？我们先判断一下。理论上来说应该不是挡刀，他是挡刀，他前面好像有费用可以挂。我觉得应该不是挡刀，那就应该这个吧。对，那就应该撞一下。哦，是挡刀，是挡刀的话，那其实应该用这个撞，不过没什么所谓了，对吧？就是留一个墙嘛。嗯。但是是挡刀，对咱们来说其实是个好消息了。不是，是挡刀，应该拿五四四五先撞。因为这样不会死怪，哦，对吧？对，对吧？没问题吧？如果是老刀，应该拿四五先撞，啊，都无所谓了，先撞了吧。反正总之我们现在不算劣势吧？亏这一手亏一点点，亏一点点，亏。但是这个猜，你觉得能猜出来吗？我觉得能猜出来，我来。是挡刀是吗？对啊，我感觉那挡刀四五撞是吗？我感觉能猜出来。四五撞哪个？他刚才撞就随便撞一下，四五去撞。因为它只有一个墙，你最差也是这个结果，跟现在是一样的，对吧？好吧。哎，算了，没事没事，无所谓无所谓，不要往心里去，不要往心里去。我现在怎么还能打？这什么玩意儿？上呗。哎，还可以。哎呀，是不是应该留一个？留一个呀、啊，兄弟，你再干蛮蛇。不要紧张，不要紧张。好像是应该留你。你很紧张，你很紧张，你很紧张，兄弟，你很紧张，不要紧张。看他发现了是什么？不要紧张，不要紧张。我感觉你好慌啊！我靠。没有慌，没有慌，是有点疲惫。真慌，真的慌。不要说。啊，不错，不说你。让我想想。报告。城管。哎、嗯。哇，那他手里是个大哥，该是城管，有点，大哥就大哥，你管他呢。这是解大哥的终极方案。对，那就转图腾。转图腾，吃吃，吃，吃用这个吃吧。对对对，吃过。他还有十一张，我们还有十二张。他自己是不是有个佛丁啊？好像是的。不，我们这组不，那个佛丁是不是那个 COM 那组？不记得，好像是抗那组。我想了想，好像是抗那组，要打那个什么，把他光螺丝剪。嗯，那肯定的。嗯，看一下他场面上十，就低于十五，好像低不于十五吧？哎，看一下，哦，打闪电剑总是全剑。对呀、啊、对呀、啊，打闪电肯定总剑。哇，十七，是吧？八加六删掉，这里是九。对对，我们自己的图腾就占了两点，要打那个什么，要打闪电剑。那就先打了。我们，啊对，没错，打呗。先打闪电剑了，要不然的话，最后可能剩两个英雄。对，先打闪电剑。先打闪电剑，随便点个单位，然后撞一下，撞一下，然后火山。火山自发。对。OK。然后出这个，出吗？我觉得应该上图腾吧，兄弟，你怎么确定下一张是一张元素牌啊？应该上图腾，对吧？应该上一张，万一下一张是卡利莫斯呢？对，万一不卡利莫斯就过载嘛？万一下一张是卡利莫斯，我们就下回出这个。对对啊，没错，就是这个意思。他可能是个剑龙骑术吗？哦，管他是个什么？哎，他也抽了这个。他手里他牌库还剩什么？还两张奉献没出。对，然后真银剑好像真银剑一把没出，我们牌库来一张软吧。这个先出了，出了，然后翻个图腾，过了吧？过了吧？他该抽到真银圣剑了，我觉得。理论上是他该抽到这银圣剑，是。咱们还有一个卡利莫斯，没有火，没有火爷爷了。还有一个先锋，还有一个岩石先，岩石哨兵，先锋。然后火蛇没有了。我为什么总把它翻译成哨兵啊？哎哎，可以上。我卡利莫斯，卡利莫斯，加盾吧。
算一下，加盾吧，加盾他会撞你的，他会刷牌，对吧？对，他肯定要撞咱们。他肯定会刷牌。那咱们翻一个，然后打脸吗？咱们是不是应该不，算清楚、嗯，他还有一张剑龙骑术，对不对？解一个一吗？对吧？他可能骑这个撞咱们吗？嗯，防不了，我觉得就打脸嘛。我想想。他如果骑这个是三攻，对啊，三攻两个，三攻加两个撞，然后这个撞这个，对对对，我们解一个也是一样的嘛。这一点攻打他，唯一的区别就是他如果是剑龙撞一下加奉献，是呀、啊，是有点区别。啊、那咱们解一个撞一个呀，撞一个啊、嗯，就是他现在名牌，他有六张名牌现在，对吧？海布里、咱们这个发现的两次都不是很好，这张牌其实是增加卡组厚度的。如果咱们是。两个是上这个再上卡利莫斯吗？对，先上或者再上两个，先上卡利莫斯，不能再上一个、啊，然后再找一张、啊，就等于白多一个四五战场，是是是是，差挺多的，是是是是是。不过这把可能要疲劳了，我感觉。先打着呗，不着急、嗯。我感觉对面也不太好打。不，他还剩佛丁，就是那个佛丁，咱们还有一张刮对吧？哎，咱们还有刮吗？咱们没刮了，刮的，咱们第一个刮了一个五五，第二个我们还有一张衰变。哦，对对对，衰变可以。我们还有一张衰变。哎，咱们要早抓那个也行。不，我感觉你现在确实很疲劳了，你连牌都记不住了。有人你尬聊主播的水准，咱们还剩什么吗？让我想，还剩什么？卡利莫斯九张，卡利莫斯岩石哨兵，火元素咱们出了几个？卡利莫斯的办法了，嗯，好难打，好难打，可以，可以，这个可以。就是这样，可以，够了。他也没有 AOE 了， AOE 交完了，对，还有个衰变，衰变的话挺伤的，很危险，胜负就在一线之间。我想卡利莫斯，哎，非常需卡利莫斯，但英雄技能比他有优势。我是报告兵、嗯、他是图腾，对，他交了一张闪电风暴，还有他就一张闪电风暴，也不会带两张闪电风暴，可能合了吧。大勋我交了几张，两张交完了，怎么办呢？嗯，抽血马桶可能，我觉得可能抽血马桶，就我们解不掉他这个射击，先看撞掉四二呗，磕头踩一脚，踩一脚加五四四，赌呗，反正这两个一杠一肯定是要撞四二的，是不是？他好像没用了已经，那没办法跟他过呗，解了这个，嗯，你解不掉那个马桶，上了，上，没有 AOE 肯定没有，我现在忘记他就是张 AOE。万一带两张呢？那就跑。那还想什么？那就跑。好的，这地方蛮重要的。牌库里还剩下什么？牌库还有几张牌、啊？还有六张，对方是五张。卡利莫斯，是不是还有一个火雨精灵？我们上了几个火雨精灵？上了两个，第一个是一下都上了，啊、那就用了。还有一个凤凰，还有433凤凰，还有个素食师，牌库是卡利莫斯，没有没有，素食师上了吗？素食师裸出了好像。哦，对，素食师裸出了，没错，你记对了，记对了，素食师没有，那还有个凤凰，还有一个张凤凰，两个大漩涡出了，闪电风暴和火山也出了，嗯，没有犹豫的，不是，先看这个回合怎么打吧，这个加盾我觉得不上了，退化加加盾。还是，我觉得不上加盾，就上个火元素吧。行吧，火元素点一下谁呢？反正肯定不点剑龙，点科多吧，要不？点科多还是点他？行吧，我不知道，我时间不太够了。我觉得感觉就点科多是本能上最爽的。你想点个四四是吧？免得他那样换。嗯，都差不多。我感觉咱没亏什么。
哇啊，岩石哨兵，他在想上不上佛丁，他在等一个佛丁加战术撤离或者佛丁加救赎。对对对对对，我感觉不知道，这把还挺纠结的，还不好说。卡利莫斯还没到过。嗯，卡利莫斯还没到。反正他这个 buff 不管 buff 多少次，总之是一个退化。但是他肯定两张会分开出，就是他两张 buff 过的，他会分开出，就他不会一下子把两张都出来。那对，但是现在是 buff 加一加一嘛，还要再等。就 buff 到加三加三才有点危险，他会把马桶掉，因为他打不过了。质量来说，他肯定打不过。这张可能是一张挡刀。这张可能是张挡刀，咱们是不是火焰元素？哎，那是不是应该火焰元素和岩石哨兵全上，然后不动？然后不动，他能解掉这个？不，四过墙，然后二三过墙。对，我不无所谓啊，我管他解了不解掉，我加盾能烧你，是吧？理论上来说是可以。分析一下吧，分析一下，应该是对的吧？这里咱们肯定是不撞了，不撞，撞是不撞的。哎，然后他这张，我想想，咱们如果出这个加这个，嗯、他四攻过墙，二、嗯、加一过墙、嗯，这个换完，嗯、这个是四血、嗯，这个是两血。对。然后咱们有一个二三，有一个四四，撞一下，然后四四破挡到二三撞一下这个，然后加盾。加盾。理论上来说是可以的，对吧？对吧？那是不是应该先上三？万一他是个三五，没有审判了。哦，你说忏悔，兄弟，应该不是忏悔吧？但是确实应该先上去。没事没事，没关系没关系。嗯，小事情小事情。这个装一个，二六加人，对，报告兵装一个，看一个，看四个，铁法行吗？不解，解了，接他去，也把火帝解了吧，把火帝解了吧。继续画起狗。唉，多少了？几钢体了？六六和四五，这都是大哥，手里都是大哥，放心。你在骗自己。那这里的话，要卡利莫斯了，我感觉，感觉真的要卡利莫斯了，这没有理由不卡利莫斯了。左手第一张，我看一下他这张。啊？加盾没事，加盾没事。加盾的话，我们砍掉加盾的，是吧？加盾，拿个元素，我与精灵。好痛啊！主要是。那就，城管是肯定不能交，他卡利莫斯的。你就这样吧，你下个一费的，装个报告，把他砍掉。啊？把他砍掉。把他砍掉。肯定要砍，你解不掉，你肯定不能。那我就保一下二杠二呗。你保这个二吗？他卡利莫斯全死呀。卡利莫斯不全死。那怎么办？你怎么办？不能怎么办？我砍掉之后呢？砍掉二撞掉吗？还凤凰不上？对，凤凰不上。上个四个一杠一费的，嗯，反正都是元素。对，行吧。他真的，当他有衰变也没办法，衰变你吃到都要吃，对吧？肯定有一张衰变，那不那输了呀？感觉输了呀，这么多。最后两张牌，我们两张都是大哥。有把大宝剑，好吧？哎，那你到底少带了一张什么？都带了，好吧？那三幺四还有一张三幺四，我不知道有没有钱，是吧？你还有一张三幺四，他不上那个卡金，他而且他全场扑一，我也没办法。那没办法呀，那不上你没办法。三幺四下来三幺四这里。我的卡牌就快要用光了。又是大宝剑，咋办？就大宝剑卡了呗，凤凰对。没血了，我们要疲劳死了。我们要被新人疲劳死。回家了，回家了，回家喽，回家喽，回家喽。最后一张什么？最后一张不是石丘，就是卡利莫斯的服从。妈的，我不记得了，我软。来软来上，软是没上过，软是没上过。最后一张卡利莫斯，那把它垫了，垫了吧，垫了摇个图腾，下一个一吧。啊，是不是应该先转图腾？是。但是没什么所谓
疲劳咱们占优，没关系，不要慌，这个时候弹幕喷不到咱们，对吧？哎，这个都不是，对对对对，无所谓，不重要，这个就是吃完饭了，对对对对，哎，我操，这个有点屌，这个有点屌，这个有点屌，这个有改变世界的能力，嗯，哎呦哎呦，他可以无限玩这个，每回合出三个，每回合出三个，他要疲劳死，哎，算一下，卡雷莫斯打六是不是他死了？打六的话是他剩五一二三就死，对吧？我们三十血他怎么都打不死我们。我觉得可以打六，就打六啊，打六他稳死。我觉得他没有光螺丝。我已经没有他牌了。再算一下，再算一下，再算一下。我们两个怪可以解个一四。再想想，再想想。不是，你看这样行不行啊？嗯。退化，然后两个打脸。他剩七，下一回他疲劳一，然后咱们出这个，对，就不管那佛。对，就退那不，问题是退化如果出个墙，这个技能就失败了。但是他只有两个三费是有理论上能出墙的，对吧？两个零费是不会，两个零费是不可能是墙的啊、嗯。两个三费有可能是墙，就两个二费的墙，二费墙一共就只有二三二二二二，然后那些有没有又是墙又是奶的牌？好像没有，中立好像没有。他只有那个什么什么酒馆那个东西可以奶一。二飞那个，对吧？我觉得理论上，我理论上说好像是可以衰变的。我觉得 是可以衰变的，是可以衰变的。退了，哇，真的是个墙，好黑好黑。上这个上这个，不管，你为什么不出个治疗，兄弟？出个治疗也赢了呀。好黑好黑好黑。今天真的是非洲人。今天真的是非洲人。今天我们都是非洲人。九五九先上再说，一刚一起到一个三级。解掉一个打，解掉一个打野，要解一个，这是肯定要解。他不解的话，全场打三。对，全场打三。这个解不了。有啥好解的？留着吧。这个啊，你解了有什么机会？我们还能，他如果说打六连脸的话，我想想啊，这是两回合嘛，我们就死了呀。两回合，他要是不打脸的话，他如果全场打三呢？他打一个。没毛病，没毛病，摇一个。嘲讽，嘲讽，嘲讽！我不想说话了，我要看着你，我默默的看着你。理论上来说，它是个生物，它除非是个猎王守卫有点机会，别的应该都没机会吧？它不可能带猎王啊，能奶的生物，有可能带的就是只能是猎王了。其实我觉得我们应该撞一下那个六九，是个城管，我们应该撞一下那个六九。嗯，万一他是个光螺丝，对吧？反正这个攻击也无所谓了。毛线光螺丝、不，万一他真的是个 他这个光螺丝，他一百年前就出了。没有，他那光螺丝发现那光螺丝已经出了，已经出来，赢了，不容易，应该抱头痛哭的。今天我们都是非洲酋长。应该抱头痛哭。哇，这个真的不容易。我靠。哦，还要开包，开包，开包。那咱们继续开安格洛吧。我们是三杠一，三杠一，开安格洛，六包安格洛，八包安格洛。对，啊，开八包。安格洛，安格洛，安格洛。别一个飞。这我们猎人被关了两把，就打出了一个节目效果就撤。我感觉最后一局完全是谁才是真正的飞球的感觉啊。对，就主要是萨满这边卡利莫斯沉底了，要不然其实很早就可以返场了。对，哎，我觉得吧，其实我们双人现在赛可以赢了去夏威夷，输了直接去非洲吧。我觉得挺符合的，特别我们这一组。他们现在不是目前商量好的是输了去泰国吗？对。好的，那我们也是看到这一局也是非常非常精彩，打得很纠结啊，两边的牌库打空的一局。然后我们刚才也是在一直在比较，到底这个元素系统是骑士用强呢，还是萨满用强，还是萨满厉害一些？好像因为萨满他有很多职业的元素牌，而骑士他都只能用中立的卡。是的，好，我们看一下进化机制。那这一局比分呢是3-1，所以老毕他们是可以开八个安格洛，对吧？对。然后那败者就无所谓了，那就多开两包吧，反正好像加强点自己牌力。其实他们的牌力已经蛮强了，我觉得最弱的是骑士那一套。是加强牌组的问题吗？他们不是已经淘汰了吗？哦，对，他们只能快乐开一下。对，我意思就是多开两包，爽爽快乐的多开两包啊，开包使我快乐。对，所以其实现在我感觉我们最后他一波衰变已经给我们一个1-4了，嘲讽顶了一下伤害了，不然的话已经早就输了，对，直接输。
先来五杠九，来个光螺丝佛钉，哇塞！老师，我们之前光那个光螺丝奶脸好像也有机会，对吧？嗯。那一波光螺丝奶脸也有机会。光螺丝奶脸有机会，对的。嗯，你看。哎。要不都多开两个，可以开古神多开两个。那意思意思撤了，回家喽。当时是又开了一个多头神。哎，好吧，开。撤。OK 了。那意味着我明天还得来。对啊，那意味着我的直播时长肯定不够了。这个月你好像今天晚上你现在多少？你现在100吧？那你肯定不够，不够，100肯定不够。跟他们说一说，我跟看的说一说，我这个月实在是活动多。对，而且你理解一下，你这些活动都是有直播的呀。对对。那我先开四包，如果没出成你就开四包。好，如果出了就再说。一堆尘。出个史生幼龙也好，我觉得。出张子。出个史生幼龙，我觉得我就满意。两堆尘。你这个形容方式可以。哎，史生幼龙，满意有撤。有那么丢用？没用。有那么丢用？用是没用，就是不知道能不能换成尘，好像没有一张都没有。好像不能换。好像我们一张这个东西都没有。对，没看到这个东西。来，剩下的你。好，来，牛哥。社会，我牛哥。开一些实用的紫也行，或者是开一些紫变成尘也行。我开了好多这个火雨精灵，我这个托瑞尔素食师是咱们100尘合的，你知道吗？我感觉我的心在滴血。最终我们也只用了一张这个粉，还他妈裸上的，到184对吧？啊，对，还有两包，加油，加油，加油！我们就出个紫也行啊，最后一包。哇，这个最后一包，加油！我不是，我们还有那个小组出现的15包，够。来怎么说呢，老毕他们开的还行吧，有一张紫卡对吧，至少陈还可以，等于说加上之前陈还能喝一张紫卡，然后等会儿还能开15包。是的，因为我们刚才看到你们好像15包才200多陈，他们相对你们来说其实已经算比较好了。主要是开加西森包其实是性价比较低的嘛。对，但是我们家里他说了算，他说要开那就他开了。竟然不是领导说了算。不，我是做小的。好的，那我们等一下呢还有最后一局，也就是我们这一组和没穿冰内裤会打，然后角逐最后一个去出现的名额。那我在这里可能要提前恭喜你出现了。我靠，你这波毒奶我有点慌了。你说根据我们的既定规则，不是中欧选手是不允许出现的吗？但是我们刚才不是和秋日约定好了吗，我们携手去往非洲了，只能好像。那不会的，总不能对吧，大家都这么惨。嗯，一家两口总得出一个。好的，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稍后给大家带来今天最后一场比赛。